宜兰市公所指出，这一次 YES 券兑换机制有两种，包含身份证字号加上出生年月日有两个相同数字以上，以及一的数字超过四个以上，最多可领八张。若加上捐血250cc 有五张，500cc 则是有十张，一个人最多可以领取18张。配合我们双十一光棍节我们的东门观光夜市的活动呢，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促销，那也希望能透过这一次的活动呢，能够带动我们的经济哈。那最主要我们的活动内容呢，凡是呢有两组是一样的号码，比如说像我就好了，市长就好了哈，2200就符合第一类组，就有基本的4张。YES 券，那另外有很多好朋友，他是怎么样的？有里面身份证加出生年月日有超过4个1的，就可以得到什么8张的YES 券，等于是400块。所以我们的活动呢，非常非常受到我们的市民乡亲好朋友的热烈回响。我哈、身份证号码都10110过来，安尼都4个1啊。会当领偌济？8张吼，啊，若搁去捐血500cc 吼，嘛是500cc 搁领10张，哇，领18张啊嘞，18张等于900块啊吼，所以讲吼，真欢喜啦吼，啊，希望大家会记哩吼，摕你的身份证件保卡吼，啊，来去对吼，啊，对好吼，啊，然后迄个双双入对吼，啊，像我呢吼，4G 的吼，哦，那更好吼。那宜兰地区吼，其实每个月的医疗用血大概是4000袋左右，所以每平均每天的用血量至少要100袋。那这次非常感谢我们是跟市公所跟各个店家吼举办那个热心的捐血活动，那希望大家呼朋引伴在礼拜五下午的1点到5点吼，就在我们和睦路陪大家共享神血。市长陈美玲表示，东门夜市除了荣获环保夜市认证，还有超过70%的摊商具备行动支付服务，还有许多店家入选经济部乐活名摊，是在地人和观光客都喜爱的观光夜市。东门夜市见，等你来消费哦。市公所也提醒，夜市券兑换活动必须携带身份证、健保卡或者是驾照正本，现本人领取，每张面额50元，可在东门夜市合作摊商来使用，期限则是到12月15日为止。双十一来捐血，送你东门夜市见 ，Yes。宜兰新闻记者赖福兴采访报道。Yes。